你说那颗球队的会长不好看，其实也不尽然，有这么多的调咖了哈、尤其这个法华自投罗网下面只要你当会长，总算是继续连任，那个Alex的财务长继续连任，他请你们每一位都继续连任，那都准备好做下届的会长，下届的会长。这样的一个年纪，这样子虽然最近这几年好像是妇女人当家哈、你看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谁？女生。还有什么什么？韩国总统啊，韩国总统是女生。韩国。还有那个。美国也快了。美国也快。德国也是，德国也是哈。哇，变天了。还有那个。变天了，快了。变天。其实不是我要变天了，是。妈妈女生本来不比男生伟大，为什么？男生是女生生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同意吧？不会紧张，有100多个人的会长，可是呢，没有这个团队这么温馨，大家真的很亲，感觉很亲，而且每个人乐于奉献，乐于给予欢笑，乐于给对方快乐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我是刘润若了，对，另外来办公室。其实影片呢、心肌梗塞那个影片那个大姐，她其实还有大概3到5秒钟是有机会可以存活的。她应该在她觉得开始胸闷喘不过气，下巴开始发麻的那个几秒钟哦，那个时候就应该马上坐下来，不要再讲话，然后用力的深呼吸，尤其是吸气，用嘴巴吸，吸到底，再用嘴巴吐，吐到没有，好，吐到尽，这个是唯一可以保命的方法，好，这个非常的重要哦，尤其是我们族群里面哦，这个群组里面都是50岁以上居多，这个是唯一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关键的黄金4到5秒钟，要记得。